然后请继续。我要敲什么？你这懒惰鬼，快一点。那敲歌也敲歌吗？等一下再敲啦。敲不行，乱敲，来再一次。要打怎样？快点，不然我要打爆你了。怎么打？你再讲一次。切分音的节奏。什么是切分？就刚刚那个，就刚刚那个。是哟。